还是给我加持了一大瓶大杯水，我回家按时服用。直到2月15日，我又去医院检查，所有的肿瘤彻底没了，太奇妙了，我感动得都哭了。自始至终，我们没花一分钱，没送一件礼，没受一点罪，没操一点心，而且打针动手术的苦我也没受，居然治好了最要命的癌症。这样的奇迹谁会相信呢？我太感激大悲堂的这位老人了，老人真是菩萨再来，慈悲救度了我全家。我要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，不是炫耀，而是感激。现在我家已经全部学佛，知道佛菩萨的慈悲，感恩念佛，思念众生。我要学佛成佛，像老人那样去帮助救度别人，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与世道者实其正路，那该多好啊。可我现在只能把电话告诉大家，有人想了解情况，请和我联系。